今天会是我人生最大的一刻。我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他们是准备好要来表演。总冠军交出一个这么漂亮的成绩单，很为你们开心。家里班女孩即将迎来总冠军赛，女孩们个个勤奋练习，而面对长时间训练的辛劳及压力，他们都这么做。欣婷，你在吃什么？猫找掉了，我在吃那个辛普利的夜酵素。因为我们这几天不是很累嘛，来回奔波，而且我们要准备最后一次公演了，所以我一定要让身体好好休息，才可以撑过去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有印象哎，很多人推荐这一款，还红到日本去，而且连罗兰都有在吃哎。因为它真的很红，它里面有日本的专利伽巴，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睡前迅速关机，让身体进入休息的状态。 而且它里面有200-20种蔬果酵素，活性加倍，促进代谢。哇哦，那我觉得我很需要哎。而且红队的大家每个人跳舞都很厉害，为了跟上大家的进度，每次练完舞我都觉得很累，然后都会暴饮暴食。所以这真的是为我们两个设计的。它里面有立体素专利配方，促进代谢。 我最近吃了之后，就不会想要吃零食，然后就不会摄取过多的热量。真的假的？那可以分我吃两颗吗？我直接整盒都送给你。 而且我们今天住在外面，这还可以缓解我们认床或是认马桶的问题。谢谢你，真是全世界最好的队长。那我们赶快进去休息吧。好。有了新普利夜宵素，出外旅游露营就不会再因为认床失眠。而这么厉害的法宝，当然不止星体队长试了，超有感。最近这个很红哎，很多人都在推荐它。它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它真的很厉害，主要是它里面有日本专利伽巴，可以让我们睡前迅速关机，帮助我们的身体进入睡眠的状态。 而且啊，它里面还有高浓度的氨基酸，即使我们躺着睡觉，它还是可以持续帮助我们的身体代谢。你知道最近真的很炸裂，压力很大，所以就会一直想乱吃东西。那真的很适合，因为这里面有立体促专利配方，可以促进代谢。像我最近吃了之后，就比较不会想要吃零食，自然而然就不会摄取更多的热量。那我要多拿一点，我要回去分给妈吃。给长辈吃也超适合，想跟女孩们一样在安稳的睡眠中也能持续代谢、维持好身材，就一定要试试星普利夜宵素。 也祝福女孩们在总冠军赛都能拿出最好的表现啦！完全娱乐，报道哦。我今天真的是感受到他们是准备好要来表演，我希望他们未来这个形式的这样的状态可以再继续有多一点作品。